方术，如一破心相，即一即一意皆是。他说前者呢，即以养生，高者用以济世。若永色之时不得行，亦是无道之不广。而四方多饥寒失业之人，这个几句话呢，我们可以细心的去思维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是能够利益社会的、造福众生的，所有一切理论与方法，都应当让他畅通无阻。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每一部经幕后啊，都有流通分。诸位想想这个意思，希望这些道理方法能够流布十方，通达三世，这样才能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利益。如果障碍流通，这个罪过就重了。现代世间人，无论是国内国外，有一个严重错误的观念，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。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保护自己的权利，就障碍流通了。自己所得的利益可以说是非常有限，而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，这是他没想到的。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，财富是果报，财布施是因缘的。施得越多，果报越厚啊！不肯布施的人得贫穷的果报，不肯用法布施的人得愚痴果报，不肯行无为布施的人得多病短命的果报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欢喜财布施得大富啊，欢喜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欢喜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世间人所追求的富贵智慧健康长寿，而所作所为恰恰相反。那么虽然相反，我们实际上看到呢，好像他也有所得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佛给我们说的，他这一生所得到的是他前生所修集的。因果通三世啊！明白这个道理，诸佛菩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起心动念都是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呐！都是希望一切众生得富贵、得智慧、得健康长寿。
啊，所以点点滴滴那些方法技巧啊，都巴不得赶快传授给别人啊，希望一切众生呢，个个都通达，都明了，都拥有。这是圣贤人的心啊，是佛菩萨心啊。哪有障碍别人的行为呢？念头都没有啊！佛陀在经典上字字句句教诲，已经变成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行为，变成我们的思想意愿啊！这个叫学佛。当然，我们的过失还很多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每一天读经、研究、讨论，改过自新呐！啊，把自己的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，把利益众生的事业天天在拓展，啊，在扩大。我们今天志同道合的同修，包括全世界的同学们，我们应当了解，共同努力，精进不懈，才真正做到自度度他。这个两句文里面含义非常深广啊，说之不尽啊，我们要细细在生活当中去寻求。